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uper 搞笑视频。今天是母亲节，5月12日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今天给大家开箱两条小鱼仔，不是金鱼，也不是咸鱼，是一种很有欣赏价值的泰国斗鱼。我买的是马尾款斗鱼，红尾和蓝尾各一条。经过3天的等待，我终于收到这个包裹了，不知道会不会翻车，先打开看看吧。拿出来之后可以看到两条小鱼仔，一条红色，一条是蓝色的，看起来活蹦乱跳，还挺健康的。放近一点看一下的话，颜色还挺鲜艳的。我准备倒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吧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放出来可能这两条鱼会打架，因为如果两条都是雄性的话，那难免会卷起一番腥风血雨。所以斗鱼不能是两条雄性放一起，不然场面会失控的。放出来之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条斗鱼颜色非常的鲜艳，个头上看的话，蓝色那一条比红色这个足足大了一半。还好这两条鱼倒出来没有打架，也没有场面失控，真是万幸啊。不知道是不是说这两条鱼一条是雄的，一条是雌的。斗鱼是一种很好养的小鱼，也是很有欣赏价值的鱼类。这次网购没有翻车，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哟。